这么说，辛苦了。要不要说话？这可以，这应该扮演虚伪教授吧？这个是什么？第一个，我们也不太懂法律。在某些地方可能就是那个祸从口出的亏了，但检察官要求不能在外面讲，否则会构成泄密罪，所以说我只能说还算不错，能交保。本来我想说干脆就不要保了。为什么要罚钱？当初是我有我的想法，还我的概念吧，可是想法跟法律有些地方可能会有抵触，所以我吃了这哑巴亏，我记住的。未来还会想要再发吗？现在行动代表一切，免得祸从口出。只是书法里面没有真的要组队，对不对？一开始我只是发个通稿，没有这个通稿造成那么大一个祸害出来。当然，以我的个性，我是希望说讲话算话了，可是现在好像法律最大，还是要尊敬法律吧。